哎，大哥，你是在哪儿过来？我从越南过来。越南？现在在国外吗？在国外。我老婆是越南。哦，你老婆越南的。那今天过来是？刚回国，回国以后啊，觉得华强北这块的手机特别便宜。华强北。也还可以，不是很便宜，不是很便宜，对，有便宜也有贵的，对，能接受吧，还能接受。然后给老婆买个平板，给老婆买个平板，给自己买个 8P 玩游戏，打游戏。你现在用什么手机？现在用的是华为的 P30 啊。P30，你华为的，你换苹果能使得惯吗？慢慢习惯吧。慢慢习惯。反正家里人就我一个人用华为。就一个人华为啊。那您现在是在越南那边干什么工作？在越南那边做红木家具。红木家具，越南那边红木啊，确实。那行吧，那走吧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吧。一个 iPad 一个 8P 是吧？现在我们在华强北的二手机批发市场，由于这个来的比较早，很多档口都还没有开档呢。那8P 64有没有？8P 卖了。卖了。8P 啊。对，64的。这里看下来，这个成的很亮。这是个圆的。你看吧。圆的，这个是个圆的。对，看是白看，让你看。圆的。港版的。港版的。对，全网通。圆的，没有拆过的。你看下来。跟这个怎么样？八匹一般都是80多，你看这个多少？85，一般都是80多，没有很高了。对，换电池的话也不贵，几十块钱，成本价。看这个吧。这便利店代言。多少钱？215，你看215，这成的表。对。价格行不行？行的话，我给你测一下。基本都这个价格。还行吧，成的很亮。你这个有没有必要换电池？啊？有没有必要换电池？电池的话，85。没用是吧？85，我觉得是没必要换，低于80再换吧。低于80再换。对，因为你换的话，你换不到原装电池。也许换完之后你还没有这个好呢。对，85的建议先不换。还有吗？行。最近也不走吧？最近不走。不走的话，你就先自己回去先用几天。对。有没的话拿我就行了。一般的话都没问题。保修几天？一天嘛。就保一天，保3天行不行？好，不要死，那么少是吧？一般用2天没问题就没问题。这个买什么配件？贴个膜，贴个膜戴个套。贴个膜戴个套。来，老板，贴个膜。行了。全部搞定了。这东西很满意。在越南那边没有吗？越南那边有，但是很少。很少。贵。不好买是吧？不好买。新的是全新的嘛，很贵。全新的，全新的很贵。越南那边的话，有全新的吗？有，也有苹果专卖店。也有，但是价格还是接受不了。6S 嘛，箱子坏了还能卖1000。对啊，可是那边这种东西比较少，价格比较高。对，就是新的价位很高，新的旧的比较少。旧的少是吧？旧的少的话，你想啊，那很多人想买。新的它很贵，旧的话就是价位的话，对他们就觉得比较保值是吧？对，那也是。他们一个月，他们的工资的话就是1000到1500嘛。人民币啊？人民币，对，折合下来。像那年轻人嘛，省吃俭用攒点钱买苹果，特别爱用苹果，别的手机都不看，年轻人全部是有钱没钱，没钱的攒钱，有钱的直接买。直接换苹果？苹果。就是那，可是那边现在还比较少，没有普及，对。等于说他那边那个二手的苹果啊，比较少一些。二手比较少是吧？
因为它全新的，它本来就少，二手机它更少了，对，对吧？全新的太贵，不像在咱们国内什么这么多二手机是吧？到处都有，对，不像咱们国内，对，啊，什么手机都有，对，你想要什么价位的是吧？啊，你买这些东西，那就自己慢慢玩吧。他说话你能听懂吗？啊，可以，他现在中文说的不错，中文说的不错，中文说的不错。哎，让你老婆上个镜来。哎，Hello，Hello。买了点那个美甲的东西，自己没事干，在这给他妹，给他妹在这美甲呢。现在哪个住？在龙华那边。龙华最近朋友那个呀？啊，在我朋友那。行，好，坐坐坐地铁是吧？坐地铁过去。行，好。行，那个啊。啊，好。有事再联系。哎，有啥事联系。别挂电话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个了。我是阿航，我在华强北。现在呢，我要去搬砖了。